帅。帅如真的，我再重复一次，帅有用。我跟汉廷不用那么辛苦了，我们都是那么认真问政，一步一脚印啊。我觉得这样子是没有用的啦。他讲话就是一直出错，所以这个黑道的问题就是凸显了吴盈龙三件事情。我刚刚讲的嘛，傀儡、草包跟薄情郎。那你觉得这三个形象是选民会喜欢的吗？